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。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，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正如你们知道，我们在你们那里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，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，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，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，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，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，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，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